宝宝哭不停却找不到原因吗？爸妈一定很希望有读心术。现在有 AI 育婴神器问世啦，帮你破解宝宝哭闹的各种原因。一间名叫 Soundry 的新创公司利用 AI 学习系统收集数千个小时的婴儿哭声，并从中归类出四种婴儿的反应，包括饥饿、疼痛、撒娇、胀气等等。那当初啊，为了收集足够的英语数据，这间公司在过去3年内提供了大量录音设备给新手的爸妈，不断的去累积数据，借此修正哭声背后的含义。那到目前为止，各个爸妈对这项产品都蛮满意的，毕竟对第一胎的新手爸妈来说，他们真的毫无经验。那如果利用这个哭声翻译机，就可以知道小恶魔在想什么，爸妈的压力也就不会那么大了。欢迎在底下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你对这个婴儿哭声翻译机的看法。我是刘娟，订阅我，打开你对科技的想象，拜拜。